真心奉劝大家不要晚上刷视频，不然我怕你会馋哭的。今天真是把海鲜给一网打尽了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辣炒海鲜，超级大的一个黑虎虾，跟我手一样大。嗯，你们吃过这么大的虾吗？看，这还带虾膏。今天真是把海鲜给一网打尽了。这么大的虾，你们一口吃几个呀？虾头也全是膏液，开胃完成，小龙虾。还没到夏天，这个想象就这么大了。真心奉劝大家不要晚上刷视频，不然我怕你会馋哭的。一串皮老板，清口呗。嗯，哎，里面还有膏，等会弄出来吃。
虾圈的这个膏就跟开盲盒一样。嗯，等我再尝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哎呦，掉了，上鱼这个掉了，可能是老天爷不想让我吃那个吧，可能是他想让我吃这个，吃这个才会火吧。看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哟。